胖胖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烤地瓜。就没有更大一点的梦想吗？嗯，考大学，然后留学。哎呦，不错哦。然后呢？回国创业。创业做什么呀？烤地瓜。你别笑。为啥要烤地瓜呢？赚钱呀。然后呢？结婚生孩子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？烤地瓜。再然后呢？再然后就给你埋了，安静的烤地瓜。哎